知名美式卖场薯饼物美价廉，但这包薯饼却被消费者发现，明明包装上写的是20入装，但数一数里头却只有19块。确认了三次，确实没算错，让网友直呼做生意讲求信用。但也有人开玩笑说：“恭喜你少了一片的热量。”就感觉他不诚实。怎么说？就你用20个，但是你只有给19个，虽然说只少一个，但是有点欺骗消费者的感觉。那如果每一次都少一块就有问题，那如果就是那么多，然后少一块，我觉得还好吧，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吧。实际到美式卖场买了一包薯饼，外包装上面同样写着20入，数一数，里面一样是20个薯饼，一个都没有少。实际放到锅子里面煎，倒数三分钟翻面，饼皮呈现金黄色泽，香气四溢，加上价格便宜，20块只要105元，等于一块薯饼只要5块多，还不错啊。算是比一般早餐店的还要还要大片，还要酥脆一点，对，口感好，价格便宜，但这一包薯饼被消费者发现少一块，美式卖场没有回应，也让消费者直呼下回品管作业得再好好加强。三立新闻王晨伟、陈佑荣台北报道。